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今天介绍，今年前三季度，全国网络零售额超过8万亿元，同比增长9.7%；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6.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5.3%，较上年同期提高4.8个百分点。据商务大数据监测，前三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.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7.8%；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2884.1亿元，同比增长34.3%，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形势持续向好，拉动消费势头不减。此外，第三季度在线餐饮同比增长近10%，在线旅游增速由负转正。